面对加速到来的移动 AI 时代，运营商可以通过网、云、智的能力聚合，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体验服务，激发其潜在需求，同时加速商业模式创新，从单量纲到多量纲，从流量经营到体验经营，创造更大的价值，引领移动 AI 产业的发展。华为愿意和全球运营商与伙伴一起拥抱 5GA， 加速能力聚合与模式创新，迈向体验经营的新时代。